绵延数百米。一起来看壶口瀑布群的壮美景观。壶口瀑布是黄河流经晋陕峡谷时形成的一个天然瀑布。据山西壶口瀑布景区工作人员介绍，黄河壶口段秋汛期间是流量大增，并且超过每秒2000立方米，这会使得黄河壶口瀑布的主瀑布与副瀑布相连，形成绵延数百米的壮美瀑布群景观，但同时也会造成壶口瀑布景区的部分观景区域被水淹没。在此也提醒游客游览时注意安全。